以后就可以用到。四个月以后开始吃副食品。彤彤那时候很早吃，四个月就开始吃了，因为他体重不够。哦。然后医生就一直还要准备这种食物剪刀。我们有啊，我直接买那个药局整个都是不锈钢那种铁的、手术用的那种嘛，就是整只丢到热水里面去烫的那一种。彤彤用那一次到现在还留着啊。哦。嗯，不用买这种的，因为这种的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用。好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丁丁四个人才，不是，我们在丁丁药局。在丁丁药局，然后我们要来做什么？我们想逛一逛，然后换个妈妈礼，然后买个小奶嘴。对，刚刚看到的第一件是说，凭发票不限金额的发票，你有买东西就可以换妈妈礼，还要用要再加上妈妈手册了就可以。我有。他现在随身都带着。我从一开始就带着，以防就是突然有状况要生了。今天这间丁丁药局也超级大的，这个什么东西？对啊，我从这边走过来就是，这现在的药局都做的跟那个大卖场一样大，很厉害。上次那个大树药局也超级大的。从这边玩具是你喜欢的啊？这是玻璃啊，还有很多机器人，还有汪汪队。可是我们很久没看过汪汪队了。它有的是有穿衣纸的功能。超级大的，没有，我刚只是在犹豫那个母乳储存袋要先买吗？母乳储存袋啊，你就是说像做绿豆冰的那种加链袋，讲得很好。彤彤，我记得不喝，就是冷冻过的有味道。东东没得选，东东没得选，很大吧？嗯，很有书哎。彤彤，你不是要看玩具吗？我陪你看玩具啊，妈妈先逛一下，这里啦，彤彤这里，我陪你走到后面。从这里，我们从这里走过来。这里都是很有兴趣的。对啊，我们来这边看一下。我先，玻璃现在出好多，还有安保的半加加酒，小女生会喜欢的。哇，这些新角色我都不认识。这个就是在宇宙的啊。这是在宇宙，紫色的嘞。紫色我不知道。这一只是什么？这只不是安保啊。这只我也不知道。哦，都是新角色。这只我也不知道。对啊，这都是新角色。它有说小宝宝版的。以前小时候我们有买它的全套，这好像是第二季还是第三季的。第一季的角色我们全部都有买了。是第二季的。嗯。对，那第三季，因为第二季都还没看。对啊，第三季。后面是佩佩猪的。恐龙车哎。对，那不晓得是为什么放哦，那是没有包装盒的，我还以为是小朋友自己带来忘记带走的。你现在对爆丸也没兴趣了哦，你有一阵子很喜欢爆丸。还有五星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五星的。这只不是便利商店常常看到。没有，这只没看过。哦，是这个啦。这是我第一次。这两个长得好像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，它五星的，我这边上面看到的是三星的，这是四星的。鞋子，它有两星的这个，好，它是进化版，这是四星的嘛？战斗陀螺来了，你现在对战斗陀螺也还好了。二星的战斗陀螺，这个你还是很有兴趣。睡衣小英雄，这旁边两个都是坏的，这三个就好了。有吧？你看，我说这一排是大小孩会喜欢的，没有错吧？还有乐福枪呢。对啊，连乐福枪它这边都有卖。可是我们乐福枪现在没在玩了，有体验过就好了。这边是什么？马里奥哎，这是游泳玩具的。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有声音？哦，这是让你试用看看，它没有包起来。我在弹周杰伦的歌，你知道吗？听妈妈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，想快快快快快长大。
哒哒哒哒，它没有后面的才能保护它。我看这个一次两个，特别凉。现在感觉坏掉了。没有坏掉啊，它就是这样软软的，怕你受伤，让你试试看会不会受伤啊？不会。冬天不要弄这个哦，夏天才需要。我们来看看。这边就是小宝宝的了。好可爱。嗯，悄悄琴我没有买啊。而且你还没有收起，还在你的盒子里。Try me 就是让你试用看看的嘛。Try me 这会怎样？按了会怎样？哦 ，Make a silly face， 这是假装是相机。A B C， sing with me。A B C， 这边都可以让你试用。H I J K L little p， Q R S。妈妈嘞，我看看嘛。哇，这边好多小宝宝的床哦，彤彤。这还可以让小宝宝试玩的。对啊。入内请脱鞋，你要进去试玩吗？你已经脱离这个年纪了齁。关门啊，他说可以进去试玩啊，要脱鞋。这都是真的，大概是三岁以内的才会喜欢玩。我们来找妈妈吧，看妈妈在哪里。还是你要看一下书，我跟妈妈去付钱。你看一下书好了，妈妈说这边有。可以啊，这边可以让你试阅啊。如果它没有胶膜，没有封起来，你就可以看。全部都封起来了。没有啊，它这个好饿的毛毛虫就可以啊。有没有注音啊？你看看有没有注音？有的可能没注音。可以看图啊。好，你不要放在地上，彤彤，你放在这上面就好了。我只需要这样子看。好，那我陪妈妈，我去找妈妈，然后看帮她付钱。妈妈在哪里？老婆，要去付钱了吗？你看，就先跟爸爸讲有这种东西，以后就是要请你帮我买。母乳储存袋。对，再买。出月子中心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之后。要去付钱了吗？然后爸爸这边是宝宝的衣橱，就是如果到时候我们准备真的太小了，你可能就要来就是。纱布衣什么的。买一件就好，60公分。要不要现在就买？因为我不知道要宝宝多大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要买什么 size？因为我们现在是有，但是我不知道他。好，那你先去付拿妈妈礼。我跟彤彤在童书那边，你拿好再来找我们。我去看彤彤。100够吗？那个多少？68。68哦。嗯。还没有人呢。没关系啊，你先去吧。好。我等一下看。彤彤来了。这边也都是正品嘛，放在后面的，买尿布或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尿布、奶粉，然后一些那个。那个是工作人员吗？好，这里有扭蛋机耶。
钱。零钱放我这吗？可以。我口袋还有一些零钱，可以一起放。谢谢。是什么？先说通关秘语。先说通关秘语不能够。好，爸爸爱彤彤，分享一下是什么？就是他说这个月是这个。母乳冷冻，但你刚不是说想买？刚好里面有一点，刚好里面有一点，有几个。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很实用啊，洗澡的吧？哦。很实用，就是试用包了。里面好不好？啊，里面几个而已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实用。因为也不知道有没有。有没有什么？有没有母乳？可以啦，只要有压力的状况下比较容易成功。你就想着不行就算了，但是可以就试一点算一点。那时候你是怎么说？对啊，就不知不觉就真的会大了。好了，风好大，我就不到这边了，拜拜。外面风好大，拜拜。我们要走了。